人遇缘有早晚，我们早遇到缘，早遇缘没成就，另外一个人遇缘很晚，他一遇就成就了，我们怎么可以轻慢他？所以佛教给我们要用平等心看待人，用清净心看待人，用真诚心看待人，这就对，对自己有决定的好处。一切众生慢高山，高山是比喻，佛经里面讲的高山多半是指须弥山，这是世间最高的山。最高的山是什么呢？共高我慢，狂妄自大，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大烦恼、大障碍，障碍你觉悟，障碍你修行，障碍你正果，乃至于障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发心有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菩萨里面诸位也许听说有一位常不清菩萨，那是佛给我们实现的，就是对治共高我慢，不清就是不敢轻视一切众生，真正的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我们怎么敢轻慢？我们每天早晨做早课拜佛，修的是什么？礼敬诸佛，这是在课堂作业，我们在学礼敬诸佛。礼敬诸佛怎么落实呢？落实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礼敬呢？十大愿王这个摆在第一条啊，就是对付魔慢高山的。我这一天对待人、接触一切人，有没有像对佛那样的恭敬心对人？没做到啊。课堂里都天天上来这堂课，但是这堂课所学的东西不能落实。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不是世间没有过失，他顾自己都来不及了，没有时间去顾别人啊。那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别人呢？用佛的眼光看别人，我们看别人通通是诸佛如来示现，他行善示现的善的样子给我看，他作恶他示现恶的样子给我看，都是诸佛如来，他们通通没有过失。过失在哪里呢？过失在我自己，我看了起心动念就造罪业了，我看到好境界起贪心，看到恶境界起嗔恚心，我造业呀，他不造业啊，他是诸佛如来啊。我们完全用这种心态，真诚的心态来修学，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。正是所谓的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我们今天学这一招啊，高招啊！菩萨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善人，恶人看佛菩萨都是恶人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道理就是境随心转啊。我们为什么不养自己的佛心？我们自己为什么不透自己的佛性呢？为人演说演这一点，今天世间人看这个也不对，看那个也不顺眼，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，平等恭敬，那这就是修普贤行。无量寿经一开端呢，给我们讲的话非常重要啊，行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普贤大师之德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就是尊敬别人。
造极大的罪业，使我无力，普贤菩萨都尊重他，决定不敢轻慢他。这普贤大师为什么造这种极大的罪业，普贤菩萨还尊重他呢？普贤菩萨不是尊重他的造作，是尊重他的佛性。他有佛性呢，他将来会做佛啊。普贤大师眼睛当中看，设法界众生个个都是如来，都是佛。在天台大师里面讲，礼即佛了，他永远观念上定在礼即佛，所以他那个恭敬心是圆满。十大愿王第一句礼敬诸佛，那个诸佛是讲三世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一切众生是未来佛，哪有不尊重的道理？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二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罪。我们回想，我们这一生纵然造作许多罪业，还没有像二舍世王那样严重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二舍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，知道自己一生做错，回心转意，痛改前非，念佛往生，他如愿以偿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是上品众生。我读到这段经文非常惊讶，我惊讶的不是别的事情啊，无逆十恶忏悔往生，我相信我不惊讶，但是品位居然这样高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所以我才了解，求生西方啊，是有两种方式啊。一种我们平常熏修，依照经论的教训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积累功德，求愿往生。另外一种呢，这是造作罪业，临终忏悔往生。两个方式，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。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，不可以轻慢他。我们是肉眼凡夫啊，我们见不到啊，他要在临终真实忏悔，可能他往生的品位还在我之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？所以学佛最重要的，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，处处谦虚忍让，事事尊重别人，对自己决定有利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